Hello, Mr. Zhou. Thank you for joining our show. During your speech, you've mentioned several risks about the large language models, including fabricating the facts and also the moral and ethic issues. So from your perspective, how to build a guaranteed and safe under control large language model? We recommend large 让它去主导调度企业的业务系统，也就不要让它从副驾驶模式变成主驾驶模式，那么就能很大程度的改善这个人工智能带来的一些不可信、不可控，带来的一些意外和风险。大模型我觉得最大的几个问题呢 ，GPT 或者大语言模型有的时候会产生幻觉，就是它对知识产生了模糊之后，它会胡说八道，那这个问题是比较致命的。我们也找到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说通过外部的知识库。外部的搜索引擎的这种知识校正、搜索校正，能来解决一部分问题。另外呢，我们也准备在训练，就是训练多个垂直大模型，通过一个垂直大模型专门用来检验大模型输出的结果。那么我觉得可以极大可能的解决这个问题。During the digital age, data is very crucial. It is a key asset. So how to secure the safety and privacy of data when empowering different industries? 这也是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虽然美国出现了 ChatGPT， 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它的技术，但是我们不一定要学习它的模式。所以这也是我鼓吹为什么要发展企业、政府、城市专用的大模型，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通才。而是把自己变成一个专才，甚至打造企业专有的大模型，而这些大模型是部署在企业内部，部署在政府内部呢，所以呢，它正好可以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解决了这种数据使用中数据隐私泄露的问题；第二个，这里面的数据都用企业和政府独有的内部数据进行了训练，这样保证数据不外泄的问题。For the models targeting to the specific industry, there is a difficulty that we are lack of enough data for building a large language model. So any solutions to that? 这个垂直大模型也要先在网上先用通用的大模型的训练数据把它训练一遍。这样说可能我们不一定训练一个博士出来，我们训练一个普通的本科生就可以，然后再来让他上专业的研究生的课程。那这样的话呢，对数据的需求就没有那么大。现在已经证明即使不到百亿、几十亿的模型，如果训练数据选择的好，如果就是解决企业里一些专属的问题，模型可以做得比较小。所以大模型更重要的是带来一种通用性的解决问题的技术和思路，还有方法。To build a large language models, we not only need a large amount of data, but also the computing power is very crucial as well. And now we are facing the chip restricti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oes it bring any impacts on the industry? And how do we face that problem? 就是训练 GPT 的模型呢，也不是需要一万张卡，大概几千张卡就可以训练了。这里面有很多训练的方法。第二个呢，这也是我为啥鼓吹在企业和政府里面，如果做垂直类的模型，那么它不需要千亿的大模型，它只需要百亿的大模型就可以了。那么用百亿的模型呢，对很多企业政府来说，可能用差不多100张卡就能够做快速的训练和微调，那么周期也会缩短，成本也会急剧的降低，各种成本都会降低，所以这个更符合我国的国情。So when we talk about these two different models, how will they coexist and play different roles respectively? 我是觉得未来大模型会无处不在。大模型，我倒不认为它会成为操作系统，我倒认为它会成为任何信息系统的一个标配。因为我们搞数字化，用物联网也好，上云也好，采集大数据也好，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了训练出一个进到大模型里，变成一个智能化的一个工作方式。所以我是觉得模型的规模可以有在云端通用的产业大模型和通用大模型，也可以每个企业里面会有多个完成不同任务的垂直大模型，甚至将来我们个人，比如说你自己的个人助理，考虑用户隐私，你的个人助理未必是在云上的一个助理，很有可能是在你们家里一台超级电脑上的一个助理，对吧？现在也有很多公司像高通在研究如何让大模型跑在它的高通的手机上，如何跑在终端上。现在大模型被小型化已经成为下一个趋势，所以我认为 AI 未来会是混合式的。How to do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specific large language models to the industries as you mentioned？ 我觉得就是选择大模型已经被证明很善于干的工作，所以我给了四五个场景。比如说，第一个是企业和政府的知识大脑、数字专家，永远能回答你的各种问题，能够提高大家的效率，对吧？
第二个是大家有大量的文档工作，其实大模型在内容生成上是非常善，所以我就管它叫办公生成大脑。那第三个呢，我觉得给领导呢需要做决策支持。第四个呢是客服，就智能客服。还有一个原则呢，就是如何让它做的简单易用。GPT 再强大，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它需要你会非常写非常好的 prompt。对，我看见你在你的朋友圈里，你用 Mid Journey， 你写很复杂的 prompt， 对吧？然后才能画出你的这个数字分身的画像，这个对人的用对用户的要求是蛮高的。所以如何把它包装成数字助理、数字顾问、数字专家，就让它更易用。我觉得如果能落实完这几点，那人工智能这个应用就能在很多企业、政府就能够先小步快跑的能够落地生根见效。所以我也强调大模型一个很重要的思路呢，就跟传统数字化不一样，所以一定要搞普惠，让大家都能够用起来。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ternet to the digital era and then to the intellectualization, what new opportunities and new economic driving forces do you think will bring to China? 就像人类的进化今天已经不是靠个人机体的进化来在食物链的顶端，人类的进化是靠不断的发明工具，而大模型是人类有史以来发明最伟大的工具，把人类几千年多少亿人积累的这种知识能力提炼蒸馏压缩到了一起，而赋能给每个年轻人。我其实觉得我们可以看美国，美国也经过很多经济周期，但是美国曾经战胜了日本人的经济周期，就是因为美国通过硅谷的创新。所以我觉得这次 GPT 是上天送给我们一个机会，而且我们跟美国人差距现在可能只有半年，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然后呢通过这种科技创新，通过真正的这种产业来带动产业发展，它也不是风口，它也不是泡沫，它是真正的强人工智能技术的一次真正的一个革命吧。我们国家现在的战略又是数字产业化，对吧？和产业数字化，这里面最重要的我认为是产业数字化，就是也就是说对中国的很多传统产业来说，你如何高质量发展，如何新旧动能转换，如何创新，主要的抓手就是数字化。而数字化里边呢，坦率的说呢，大数据是不完整的，因为很多企业有了数据也不知道怎么用，大模型恰恰解决了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也就是大模型使得用大数据变成大模型，大模型产生通用的人工智能能力，反过来对企业的业务、对企业的办公、对企业的人员可以带来巨大的促进，而形成一个数字化的完美闭环。所以我觉得这是百年难逢的一个机遇吧。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中国抓住这个机会，鼓励中国的这些科技公司，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无论是高校还是实验室，大家通过通力的合作，把整个中国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进一步的带到智能化和数字化并重，我觉得这个对中国的经济应该会带来巨大的推动和复苏作用。